应该是在我大学时候就动念想拍了，所有的武侠小孩都看光了，因为从小学就看嘛，跟我哥哥两个到初中几乎看光光了，一直想有机会会拍这个拍武侠片，但你知道那是不太可能，就是有没有小男生做梦这样，少年做梦。 看了很多武侠片，然后我感觉时间都没到，为什么呢？因为你都感觉，这个武侠假使像我看小说这样想象的话，其实那差异非常大，你知道？因为小说文字很容易嘛，所以那时候一直感觉武侠很难。在很早以前他就说过他想拍一个武侠片嘛，他也谈过他的这个唐代的这些故事里面的一些，包括传奇的幻术啊什么的。但是那时候还不具体，没有列影娘那个名字吧？我觉得他也不急着做这件事，但是他本身其实我觉得他的行为对人生对事物的看法，其实他本身就像个侠客，所以他拍武侠片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跟我们讲，我们都不意外，只是担心而已，因为。 不容易啊，因为要拍个武侠片，如果拍出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武侠片，那就没意思了，是吧？那就完全就是一个，就没必要的嘛。那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拍出一个侯导心中的武侠片，那他又有一个新的武侠感，或者一个新的古装片的视觉感，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部分。那事实上没有拍之前，都很难想象到那个方向跟结果会怎么样。 2年前吧，我们在拍《十家十》的时候，他就把聂隐娘的剧本拿给我看，三张纸就写了我们这一拍了8个月的戏，<笑>了不起。可是我看了那三张纸，那个我就已经眼眶含泪了。侯导的文字啊。 会让你很有画面，就很喜欢这个角色，也很想要去挑战这个角色。每个导演都有一个武侠梦。 可是对设计者来讲，也是如此啊。如果说导演既然提了，你就会把它放在心上。在开始设计之前，我自己就有在想，就是这么多人拍过唐代，我要呈现的唐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唐代？我自己就有想到，如果说侯导要拍武侠，他一定想要呈现的也是属于他侯孝贤自己的对唐代的想象。 在做当下，我就觉得在视觉上，你既然要呈现唐代，然后它又是 base 在唐传奇，那至少要有某些不一样吧。我至少要有一个，就是别人影像中至少有不一样、没有呈现过的唐代。 所谓的美学，不是说是功能性而已了。 假使真的有时光隧道的话，那我会回去看。因为你看了你就知道了。因为有时候那个限制，或者是什么，你知道，你不管是任何的限制，你就自由了嘛。你可以再就找到，反而找到了一个表达很好的形式啊。我觉得那个都是一连串的 research 下来，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阅读了很多。 人家写的 paper， 然后再加上我们看了很多古画，古画里面很多卷帘纱帘，那其实都是构筑生活的很重要的软件嘛。你在你想象唐人生活里面，那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类似他们的习惯都建构，因为这里面都是细节啊，它就会出来啊。 就是从以前就已经是这样，这对我来讲已经是就是最基本的了，一定要有这个。有时候想了一堆，
你只呈现一点，但是你家没有这一堆，你没办法呈现这一点。因为我喜欢那种活动是连续的，然后你那个光影在某种状态，人在某种状态，我的注意力都在这种生活的状态跟细节的变化这里面，去找到那个底子，底色是那个，它风来了它自己的飘动，然后光线你就看那个光嘛，你会选择那个光线的走向，你就是自己安排 setting 的东西，跟真实是非常接近的那个味道。他的电影是很动人的。聂娘三耳朵聂嘛，对不对？我就想开场就是他在一个树上，然后在树上，他眼睛闭着一直听嘛，听所有的声音的变化，最后他知道差不多对了。过去就差不多，就第一次在一个角色里头要待那么久，他蛮奇特的。那每一次他都会想要我去挑战我自己，我觉得挺难的，就我又有惧高症，然后我又对打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在行，有点找不到一个侠士他的眼神，还有他的动态，还有他走路的方法，就一直都在摸索。每一次在拍之前，我都会就先闭眼睛，让自己进入那个角色里头。尤其是你在拍打戏的时候，你又要有那个杀气，但你娘又是高手嘛，你又不可以脸上有任何的表情，那你要怎么样去表现那个杀气，又必须有戏，这是最难的。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我觉得挺难揣摩的。拍侯导的戏我觉得都是很有趣很过瘾，每一场戏我在拍的时候，我可以试用不同的方法去演，然后我会想说，如果不是在拍这场戏的时候的田季安，他会怎么做？他习惯坐在这张榻的哪里？那他的姿势是怎么样子？他是一个很端正的一个人，还是他是一个比较在肢体上会比较奇怪表现的？我会去想一些这些事情，然后在拍的过程里面就去试。那导演觉得不好看，他自然就会跟我讲。所以我觉得当拍导演的戏的时候，就是不断去试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去把这些东西给试出来。我觉得他感觉就是很放任演员，然后让演员自己去摸索那一个场景，你该怎么去表现，会有一个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可是那纯粹就是对于你真的准备好的演员，对，那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很慌，想说我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后来听导演讲，反正你就是把你对你的另外一半的态度拿出来对田季安，对，然后我也是因为听到这句话，想说啊，原来我可以演自己啊。他会觉得你的情绪是最重要的，怎么样去把你自己情绪调动起来？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你会呈现出来给别人看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哦，音乐家也是，然后表演艺术者也是，就是你的性格不一样，你可以带动出来的那个
那个气息就不一样，然后可以吸引的也是会不一样。因为我是16岁那时候，16快17的时候就认识侯导。以前我们可能一年才见几次面，可是每一次见面都会，他不求你到最好，或是你一定要到最厉害，但他只求你，你必须要过生活，这是演员该过的。他就是说，演员其实都是从生活中里面找出来的。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的学习，很特别的一种表演方式。对，真的跟我原本对于上台这件事情的准备，一定要练到好，一定要希望练到没有失误，而且希望练到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出现，所以我可以不担心上了台之后所发生的万一，因为我知道如何应变。但是在这里面只有真真实实，没有所谓的如何应变，你的应变就是真实。我说我们可以彩排一下吗？然后我就听到我们的副导姚导就说了句说，我们电影哦，宁可错拍没有彩排。我就发现说，哦，原来其实在电影里面的表演这件事情，他是很相信当下，多么的相信你当下在做的事，和你又如何享受你当下在扮演自己，这不是角色，而是你的话，那是什么感觉？你心里的女主角演聂隐娘的人都是舒淇吗？对啊，对，要拍一个片子，其实我会有一个想象，那这个想象是从实体意思上就是说，我比如认识在做这些，我想哎，这个人有意思，我就会用，哪怕他是非演员，我都想办法。那动人之处就是在人嘛，就是在角色嘛，就是你找个味道，跟这个角色是对的，就像你会喜欢他们，喜欢张震，喜欢舒淇，喜欢他们的这种人。那舒淇她的本质就是这样。是一个，就像这个聂隐娘，或者像我以前拍过她的角色，其实蛮像的。她本身有这个非常动人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喜欢。她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可是你拍胡孝贤的电影，就是一个对自己的、对角色、对戏、对电影的一种升华。你不可以，比如说重复她看过的东西，重复她知道的你的习性。我知道胡导要的是什么，但是你所有的过程你都必须要去走一遍。我也不能说我知道胡导要什么，我大概可以捉摸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去过一遍，像撞的一样，用撞的要想他能干嘛。你假使给他一个他根本没办法做的，你也别想，做不到，连尝试我都不敢尝试，说练练不到，绝对练不到。所以后来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大困难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武侠，去看传统的古装的感觉是什么。他觉得动作不是打的过程，而是打的前后。他也形容过，他说就像日本武士道那样子哈，两个对决前是有一个过程，但是对决的时间其实就是刹那。我感觉就是要有能量，简单解决，这样不要花招，不要快点，看得烦死了。这个戏的武打动作，其实我自己觉得还蛮难的，因为如果是只是被吊钢丝被吊上去飞上去的话，其实还蛮轻松的。可是其实应该就不是这个样子。我心里就非常专注在自己要拍的东西上面，自己要做的动作上面。这一次，因为比较实打实战嘛，我就深深的感受到那个疼痛是有多么的痛。
更加的佩服所有的武打演员。我就跟人家说说，基本上女孩子是每天喷香水嘛，那我这一年都每天都在喷药水。舞蹈它虽然都是从身体抒发，都是所谓的动作，但是运动的方式非常不一样。他的思考和他的身体是不可以分开的，也是一样，他必须要非常专注和非常相信他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所以那整个心的专注力是不一样，跟跳舞的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侯导对你的信任度很大，给予的这个范围很广的时候，变成你步步为艰，对不对？因为每一步都要很扎实，每一次都要很接近真正他想要的。感觉到最后，因为你拍电影拍那么久以后，你感觉还是一个地心引力吧，逃不掉的，还是写实吧。你再厉害，也不可能超越这个写实。把每个事情变得真实，那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尤其是古装片跟武侠片，有的时候是好多东西配合老天给了你这个，然后导演看到了，我们看到，我们拍摄了，然后导演用它才成立嘛。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拍《隐娘》在动作或者在一些戏剧上面的表演上，还有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风。我很期待电影出来之后，机器跟人跟环境它传达给观众出来的那个视觉上的效果是怎样。这个其实都是好多临时的比方这个镜头本来我们可能不长，但是侯导觉得这个气势整个山峦的变化跟这云层的移动，他就一直让演员继续表演。不是运气，不是偶然，其实是好像都已经发生过的感觉。我们只是在等那个时间里面，觉得那个气流要开始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开机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说话的那个画面。今回初めて侯さんのこういう現場に来させてもらって。言葉を超える人間同士の何かっていうものはやっぱり映画っていう世界の中で生まれるも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しみじみ感じたんで、言葉がこうで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か動きがこうじゃ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なんか制限っていうものにあまりとらわれすぎずに、僕たちの中でのそのストーリーっていうものを在侯导身边需要太多东西是相信和喜爱自己做的事情，不要有这么多的疑问来打扰自己，相信你每一天的累积，相信你就是有这个质感，你就是有这个能力。当你相信它的价值，它成为信仰的时候，它可以创造出来的，它可以影响的力量非常非常广大的。每一次电影都是新的生命，每一次我们把我们最熟悉的东西丢掉，重新开始，然后我们去碰撞一个陌生的东西，这个就是在侯导片子里面每一次我们找寻这个，它变得纯粹就是你自己本身对影像的一种执着吧。我觉得对于侯导来讲，他找一个叶隐娘这样子的一个高手去拍他想象中的武侠片，就是一个武侠片的代表作，应该这么讲。